那么今天来教大家一个万年不开的鞋带技法啊，就你把鞋跑烂了，鞋带也不会开。首先呢，这个鞋带自然状态下是这样的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你把它打一个结鞋，这个非常简单啊，看到没？叠成一个小圈啊，在上面的这个呢，从下面翻上去，上面的这个从下面抠出来，看两个独立的扣，系好，拉均匀，哎，这个方法就 OK 了。怎么样？多去练习。